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嫁人不嫁两男，娶妻不娶三女，是一句中国传统的俗语，它传达了在选择婚姻伴侣时的一些观念和标准。虽然这些观念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淡化，但了解这些传统观念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婚姻文化。嫁人不嫁两男中的两男，通常指的是两种类型的男性。一，游手好闲的男性。大多数的男人都有着雄心壮志，都想拥有财富、地位、权力，但真正能为之奋斗并获得成功的人不多，一般都是从热血轻狂慢慢走向平庸，最后只为生活而奔波。我并不是说平庸就不好，只是在表述这样一个事实：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曾经心比天高，后来安于平凡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能将平凡的生活过好也并不容易。有一种男人，连最基本最平凡的生活都给不了你，是哪一种男人？正是游手好闲的男人。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偷鸡摸狗，坑蒙拐骗，这样的男人在生活中并不少见。他们之所以变成这样，与家庭教育、成长环境密切相关，通常是不可逆的。若遇上游手好闲的男人，哪怕他长得再帅，再会哄人开心，也不可动情，千万别高估自己，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他、塑造他。爱情的力量有时很大，有时一点用都没有。有些女人偏偏就喜欢那种吊儿郎当、巧舌如簧的男人，哪怕他不务正业、游手好闲，也并不在意，总想着可以慢慢改变他，他为了自己也会慢慢变好。然而一个人的本性哪那么容易改变？女人千万不要不自量力当什么圣母，试图用爱去改变一个游手好闲的男人。遇到这样的男人追求自己，尽早远离，免得鬼迷心窍，错把无知当真爱，嫁错人毁一生。二，性格极端的男性。有句话说，人品决定命运。一个性格健全的人通常运气不太差，他人缘好，情商高，自然会有好运相伴。而个性极端的男人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很难成为大气后人。女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，就像一天到晚手里拿着一颗不合时宜的炸弹，一不小心就会激怒他，甚至随时给他带来生命危险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婚姻是珍贵而艰难的，尤其是女人，谁不想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肩膀，成为无助时的后盾，保护自己免受突如其来的风暴。但是一个个性极端的男人不可能成为女人的避风港，甚至女人生活中的许多风暴都是因为他而来。婚姻的意义在于让生活变得更美好，但如果你嫁给这样一个男人，你会得不偿失。娶妻不娶三女，这里的三女通常指的是具有某些不良特质或行为的女性，这些特质或行为在古代社会被认为是不可取的，因此男性在选择婚姻伴侣时会尽量避免这些类型的女性。具体来说，三女可能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的女性：一，不娶物质女，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没有物质基础的夫妻常常也会面临困境。然而有多少家庭是天生富贵？大多数家庭都是经过夫妻共同奋斗才慢慢的改善生活。物质女往往只能与你同甘，却不能和你共苦。物质女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往往喜欢攀比，永无止境。邻居买了路虎，她也争着买路虎，同事买了保时捷，她也争着买保时捷，别人买了两部车，她也想买两部车。包包要名牌，衣服要高档，住房要豪华，除非你有足够实力让其消耗，否则很快就会散尽家财，
当家庭因过度挥霍导致负债累累时，物质女就会理所当然地数落自己的男人，说他无能不会赚钱，然后潇洒地离去。如果你不是富豪，还是不要惹物质女为好。二，不娶公众女。什么是公众女？公众女常常是大众情人，很优秀，但同时也很开放，娱乐圈此类人群最多，普通人的生活圈也常有这样的女主，她们可能是众人追捧的班花、校花、私花，也可能是小圈子里多人追求的人。如果你不是公众男，你最好也不要选公众女，因为你根本无法适应她的生活。公众女故事太多，她的感情故事可以写成几本书，够你看上好几年，你只是她故事的其中一个片段，一不小心你就成为配角。公众女变数太大，她的选择太多，诱惑太多，对你来说维护的成本太大。公众女感情太淡，你对她掏心掏肺，她有可能让你撕心裂肺，你付出真心她也云淡风轻。感情对于公众女来说常常已经变得麻木，所以公众女就交给公众吧，找一个踏实的女人结婚吧。三，不娶抱怨女。俗话说妻嫌夫祸少，深以为然。如果妻子贤惠，丈夫的祸患就会少很多，相反丈夫就会有很多麻烦，喜欢抱怨的妻子就会给丈夫带来不少的祸患。妻子喜欢抱怨父母就会导致代际矛盾，妻子喜欢抱怨丈夫就会让丈夫失去奋斗的动力，妻子喜欢抱怨孩子，孩子可能会失去自信，妻子遇事喜欢抱怨，常常让事情陷入负面的循环而无法解决问题。家有抱怨女相当于在家里建立一个负能量场，把家庭的幸福吸光。刘文贤说，抱怨是往鞋子里倒水，越抱怨自己越难受。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抱怨，影响的肯定不止抱怨的这个人，而是整个家庭。如果你遇上一个抱怨女，请一定小心了，你若改变不了她，还是趁早离开她。这句俗语的流传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婚姻和家庭伦理的重视。通过避免选择具有不良特质或行为的女性作为婚姻伴侣，男性可以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和谐，传承优秀的家庭文化和价值观念。同时这句俗语也提醒女性要注重自己的品德和行为，遵守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。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，人们的婚姻观念和价值观也在不断变化。比如现在流行的一句俗语，家有两兄弟嫁人不要娶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，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兄弟俩人，那么女孩子嫁人最好不要选他家。为什么说家有两兄弟嫁人不要娶呢？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？这句话要说不对吧，其实也有几分道理。道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其一，兄弟不和睦，日子过得不顺心。中国有句话说的是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意思就是无论做啥事，兄弟同心，父子同心，效果才会更好。尤其是面对打虎打仗这样生死攸关的大事，必须得是兄弟父子一起上才行，因为是最亲的人，互相之间信得过。所以说亲兄弟就是最值得信赖的人。但是现实往往没有这么美好，甚至很残酷。有些亲兄弟之间互相算计，互相排斥，互相挤兑，甚至互相坑陷，就是不希望对方过得好，或者说看不惯对方过得比自己好，兄弟不和睦，于是矛盾就这样出现了。什么样的矛盾呢？比如老大成家了，老二没有成家，老二会觉得房子被老大占着了，自己没有房子了，他很难受。或者老大觉得自己成家立业了，
终身大事完成了，父母就不再照顾自己了，有些钱就攒着给老二了。心里很不平衡，现实中真的有这样的例子，隔壁村里就是兄弟俩，两兄弟中哥哥比较老实，所以30岁了还没结婚，而弟弟则比较灵活，早早的谈了对象，很快也就有了孩子，弟弟的孩子是个儿子，后来又生了一胎，本想要个女儿，但结果又生了个儿子，而此时哥哥已经35岁了，依然单身。此时弟弟心态发生了变化，他认为哥哥这辈子都要打光棍了，而自己又有两个儿子，负担重，压力大，所以他开始对父母索取更多。但是父母对两个儿子都一样的心，老二已经成家立业，老大还没完成终身大事，他们还是得为老大攒些钱，但是老二就很不高兴，认为自己更重要，每天都跟哥哥明争暗斗，希望弄到更多的东西。这个弟弟不仅多要了的，多要了房子，还想把父母的存款都要来，哥哥一让再让，但终究还是忍不住了，最后两兄弟大打一场，直到彻底分家，几乎没了来往，这才少了矛盾。这样的家庭，两兄弟不和，作为女子，如果再嫁过去，能有好日子过吗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算女子想过好日子，也难免会被人说闲话，人言可畏，谁听到了都不好受。而且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一个女子嫁了过来，她该怎么办呢？她要是劝丈夫和兄弟好好相处，不太现实，说不定丈夫还会怨她不帮自己。如果她一味地帮着丈夫，又可能会加剧兄弟矛盾。如果她的丈夫是被欺负的那个，她太强势了会被说，事实上这样的女人也不多，不强势又会被欺负，所以无论怎么看，嫁过去都是难，与其去过苦日子，不如重新挑选一个好人家。其二，妯娌不同心，日子过得不顺心，兄弟不同心的话，女孩子嫁过去破事多，那如果兄弟同心呢，还得看妯娌之间是否同心，不然日子依然会过得很不顺心。所谓妯娌和连襟相对应，妯娌就是亲兄弟妻子的合称，比如哥哥的老婆和弟弟的老婆就是妯娌，连襟则是亲姐妹丈夫的合称，比如姐姐的丈夫和妹妹的丈夫合起来就是两连襟。如果兄弟多，妯娌可能有3人或者更多，妯娌之间也很容易有异心，有些亲兄弟关系是很不错的，处得来，也不会互相斤斤计较，但是他们的老婆可就不一样了，比如老大的老婆打着为家里着想的名义，不断地向公婆索取钱财，让公婆帮忙给自己干活带孩子，还不给公婆钱，公婆就过得很辛苦。如果一个女子嫁了过去，成为了弟弟的老婆，她为了保证自己不被欺负，就得据理力争，可这样一来，她和大嫂就不和睦了。如果妯娌不同心，就算兄弟同心同德，日子过得也会很不舒心，而且枕边风是很厉害的，说不定有朝一日丈夫也听了老婆的话，开始向父母榨取钱财，欺负兄弟，那样的话可真是够糟心的。这样的家庭最好还是不要嫁过去，不然的话不是被欺负就是要吵架，想想就累。好女子不愁嫁，自然要选别的家庭了。其三，公婆太偏心，日子过得不顺心。民间有一句话叫人心都是偏的，这话有两层意思，其一是说身体，人的心脏一般都是偏左的，所以我们听心跳都是在左胸口。其二是说老人偏心，他对每个孩子的爱并不一样。其实在一些家庭中，尤其是兄弟姐妹多的家庭里，偏心的父母还真是有，可能还不少。有些父母重男轻女，所以就偏心于儿子，轻视女儿；有些父母喜欢女儿，可能就会偏心女儿，不太在意儿子，
有些父母喜欢老小，于是常常暗中资助老小，有些父母喜欢老大，可能又偏于老大。总之，有些父母是偏心的。在两兄弟的家庭里，如果父母偏心，那么嫁过去做儿媳妇也是不好受的。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，如果公公婆婆偏心于自己的丈夫，那么她可能会享受到更多物质、金钱，但是也要面对小叔子和妯娌的指责、嫉妒。如果公公婆婆不偏心于自己的丈夫，那不但在钱财上吃亏，更主要的是心中的气难以下咽。你看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好受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日子过得不舒服啊，不是看不惯，就是要斤斤计较，都是鸡毛蒜皮的事，时间精力都消磨在这上面，毫无意义。无论是兄弟不和，还是妯娌不和，还是公婆偏心，其实都是不和睦的家庭。嫁到不和睦的家庭里，不会有舒心的日子。老人是过来人，即便没有亲身体会，看多了也会知道。基于此，所以他们才会说农村两兄弟嫁人不要去。当然，这里说的两兄弟其实并不是绝对的，而是泛指，就是指那些兄弟多的家庭。三兄弟也是这样，四兄弟还是如此。总之，兄弟越多，事儿也就越多。当然，还是那句话，老人言也罢，俗语谚语也罢，都不是绝对的，只适用于一部分人。比如历史上，有些亲兄弟之间就很不错，妯娌之间相处也很和睦。现实中，这样的家庭也有，不为古代，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如此。比如三苏中的苏轼和苏辙，他们是亲兄弟，两人都有文采，都做过官，感情也非常好。苏轼最难的时候，甚至想到了自杀。那时候，他先是想到跟亲子告别，又想到把家事托付给弟弟，可见他们感情是真好。如果嫁给了这对兄弟中的一人，不是很不错吗？比如我有一个表姐，她嫁给了表姐夫，表姐夫是家里的老三，她家三兄弟。不过由于表姐夫三兄弟都很和睦，三妯娌都是大学毕业，都有文化，也都有格局，眼界宽，所以并不计较那么多。他们仨还经常逛街买衣服吃饭呢，有时候他们会买衣服给公婆，有时候也互相送礼物。所以表姐就说自己这辈子选对了人，日子很惬意，有什么事了大家还能商量着来，实在是太妙了。其实这些话反映的道理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女孩子嫁人最好是嫁给和睦的家庭，这样的话大家相亲相爱，互相帮助，才会越来越好。否则即便是嫁入豪门，互相算计，甚至落井下石，日子也不好过。如果家庭不和睦，就是只有独生子，嫁过去过得也累；如果家庭和睦，就是他家有十个兄弟，又有何妨呢？女子择偶的标准，应该是看未婚夫为人如何，家庭如何，而不是看他有多少兄弟。单纯的靠兄弟数量来衡量人，那就太武断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在这里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